我们到那个大门是几点之一？大门是几点之一？那是几点之二？哈。那你们要连三拍哦。连三拍。很开心。他就想说，我们经理就想说，那小朋友来这里啊，小朋友都会说好一点，就做了这个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往左边看一下第二张。对对对，太开心了！那为什么要强调这座山的细沙呢？因为在开挖的时候啊，是不是密度非常密，不容易坍塌？对。要是说密度不够密的话，会容易坍塌。那有没有去过黄金博物馆？有。哎，30%的矿工是全部武装装载，要把路炸开，后续才有脱光光的那个70%的矿工进来。那小朋友会回答我说，因为什么原因？第二棵树是什么树？刚才平安树。哎，没错哈，第二棵就是救命树哈。好，各位嘉宾，我的导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好，转头，可以回去了。在起。